梁介生教台语。梁介生教台语。阮客沙。阮客沙。安叔祖。安叔祖。一曲新词酒一杯。一曲新词酒一杯。酷人天气旧灯台，酷人天气旧灯台。夕阳西下几时还？夕阳西下几时还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无可奈何花落去。诉情相惜燕归来，诉情相惜。燕归来，萧晚香径独徘徊。萧晚香径独徘徊。徘徊。徘徊。大家好，我是梁介生，贾梁介。大家好，我是欧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斌。欢迎收看梁介生教台语，念书念了吼，都爱。试看恁的程度呀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这地和名哦，这个地名呐、啊，有一些是不是住在那边哦？那原本的古地和名音哦，不一定会准。所以呢，节目中哦，我们有念错了啊，讲唔对呢，啊，网友呢，你若徛伫遐，啊，你起来给阮澄清一下。阮伫后集呢，啊，阮就会甲大家做澄清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这上面喂。四卡丁是安尼吗？应该是无唔对啦。四卡丁。四卡丁，我是我那来，他们咧教，唔是教呢，是教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那那教那学啦，哦，四卡丁，啊这咧，这后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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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朋友住遮，所以我知后壁。对啦，后壁就台南嘛，吼，北河的隔壁。台南，哦哦。哎呀，北河隔壁叫后壁。后壁。哦，啊这啦。蒙古，蒙古，应该是叫蒙古。那看字是念安尼啦，啊，我都唔知道这倒位你敢知？这敢那伫个新北市，咱嘿应该是。安尼哦，新北市。新北市。好，好啦，啊这。山家。山家还是山家？应该讲山家吼。山家。这我知影，这阮台南新华有闹，这叫做山脚下。山卡，山卡，哦，山卡，啊，山卡，但是安那呢？因为后壁迄个国民党来了，1949年了来，作者迄个本啊的字吼，因为较本啊，所以改做家啊，啊，这个山家，山家，哦，嘿，啊，应该是山卡的款啦，哦，我台南是安尼啦，啊，这唔知都，因为这都唔是山家车站嘛，哦，这都，啊，这啥？高档。听起来敢唔对，应该是高东啊，吼，还是高东，嘿，高东，啊，唔对，你，哎，拜托下，起来讲指正者，哈，嘿，这地号名莫靠我哈，啊，这啦，金东，金，这两字清啊，台语是清。清塘董啊，董气董的董嘛，吼，董五董的董啊，五董秋的董嘛，吼，清董。那唔对，起来我讲一下。网友赶快在下面留言。这都唔是咧科因两个在咧科我啊，你哦，拜托的啊，这做人哦，你要了解的。都唔是咧家两个科咧科我，老娘介生来当闹亏煞尾。未使，咱生来未使闹亏，所以阿弟来教今仔日要教啥？今仔日即句吼，您得爱学。少年人哦，上欢嫌的都是无认真呐。嗯，知无？知。哦，好来，做人得认真。做人得认真，做事爱钉钉，做事爱钉钉。我觉得你挺有意思。钉钉跟领巾差在哪里、啊？钉钉呢，就是说做事情、哦、要很仔细的，按部就班，而且有条不紊的。哦，这叫做钉钉呐。钉钉。哦，就做较真钉钉。啊，那做人呢，哦，就爱领巾呐。做人哦，啊，认真去做，認真就是讲做代志迄个态度，哦，含人做伙迄个态度，啊，对代志呢，啊，认真，哦，别个就讲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
对吧？所以你若无定金呢，哦，没有按部就班，啊，无定金呢，代志到尾啊就开花，乌糊糊了对了。嗯。所以做人爱认真，做人爱认真，做事爱定定金，定定金呐，哦，定金啊，何乐为？哦，这国语唔代表那番呢，国语怎么讲？我呢就有条不紊。哦，定金，啊，你哪咧学何乐为？哦，就是安尼，做人爱认真，做人爱认真。我啊，网友你唔来对我念哦，做人爱认真，做人爱认真。啊，做事爱定金，做事爱定金。为人处事啊，这个态度，安尼这个一生啊，受用无穷。不错，不错。安尼来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代志好啊，最近那个太阳花学运的323占领行政院的行动吼，最近他的二审判决出炉了，那包括像是魏阳啊等人都从一审他其实无罪的，那二审呢，啊，他就变有罪了。那这个就是在二审的时候，那个法官是说，公民不服从他其实不是在法条里面的一个要素，所以他们后来就全部判有罪。但是后来一些那个意见领袖啊，包括像是黄国昌啊、王丹，还有吴征，他们都通通就觉得对这个判决感到不服。那不知道龙盖森，你318运动的时阵，你伫个倒位啊？你对这件代志有无罪判改判有罪有什么看法？我伫电视机前面呢，啊，有罪无罪，其实台湾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嘛，这得来不易啊。今天两岸会有不同，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法治的社会，那法治的最精神就是要有一个依法，法律就是最后一个防线，好，那如果民主没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，那这个民主就会很脆弱，所以你说公民可以不服从，那去年过去民进党阿扁执政的时候，他叫做政府他不服从，政府他不服从，对不对？他你就是特征组，你要去调查他的案件，他就是不服从了，就全部都不配合。他是政府，然后他是政府，他不服从，然后他在野的时候，他就叫公民不服从啊。那现在民进党又执政了，我们每一年缴税金，你缴多少？缴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也不服从啊，那我们都不缴税可以吗？当然不行啊，大家都不服从，所以法律啊，就是要一体适用，那至于判有罪无罪，当时如果是像立法院，因为还有立法委员带他们进去嘛，所以在立法院几乎就全部没有罪嘛，可是行政院是有警卫，他又有护笼，然后警卫在那边守着，那你还是硬干进去，那你说这个又判无罪有罪，那就让法官去做定夺，那最后的裁决嘛。所以你说公民不服从要适用在什么地方，要有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，这是见仁见智了，所以这评论我是干嘛说啊，判有罪无罪其实是一种，他好像也只判他两个月嘛，其实刑期蛮低的，对，但问题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无罪，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应该支持无罪的话，那以后大家都可以恶搞，台湾是言论自由100%，这个我们都支持，那但是言论自由，当你妨害到别人自由，如果在你家门口，我们两个就冲进去就干了，对不对？把冰箱的东西吃完了，那回来。行政院跟我家还是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行政院是政府单位啦。那政府单位他有人在看守啊，那政府单位里面的冰箱也是私人的东西啊。冰箱，他这个好像是太阳饼也全部把它吃掉了，对不对？龙盖森你低压就停车了，不是这个就是过程嘛，哦，规定的是安尼嘛。那你说一个官署都任你可以进去来来去去啊，出来没有罪，那什么叫侮辱官署？那如果警察今天抓了，办案啊，把这个作案的人抓进去，那我们冲进去啊，就把人带走了，这个也大家都无罪吗？那什么叫妨碍公务？所以法律啊，有他应该要去他的司法性，就是每个人做什么事，但是我们不评论对跟错啦，就是说你认为应该判有罪还是判无罪，这个只是一个警惕性的判决嘛，但是还可以上诉啊。对，还可以再上诉。那上诉的话，就是说，其实
社会的一种规律啦，是大家共同来遵守社会约束，所以这个叫做社会制裁。你全部靠法律也没有用。那我们社会，当一个人作奸犯科，哦，想讲啊，有人去交女朋友一摆交七八，你敢要同意？你男朋友去交七八，对不？那不同意，法律有规定他不可以吗？因为他还未婚。所以这叫做什么？要用社会制裁嘛？嗯，舆论去制裁他嘛？哦，这个有时候是各种不同的角度啦。阿你唔知，该说你有问题啊无？哎、欸，今天怎么必雕都讲国语？对，要配合我们网友，让他们听得懂啊。哦、对啊，我们学台语，然后还是要听一下龙盖森的一些见解，受用无穷，就好像上了一堂公民课、啊，非常好。嗯，那这个大家可以评论啊，那也可以上到我们平台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嘛。那你留言精辟的话，我们下一次播出的时候就把你的话带出来了。嗯，没错，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嘛。好，那又来到了我们龙盖森跟网友互动的时间哦、嗯、我来解释一下游戏规则，就是我们龙盖森要用台语来形容题目，不可以用国语或者是英文或者是肢体语言，那网友猜对就可以获得一分哦。好，我们网友在线上了吗？嗨嗨，你讲话了啊，我给你一个小提示，就是这是一些景点的名字名称这样子、嗯、来三二一计时开始。第一条啊，第一条条题目，五里伫东北角有一个头前两里，头前两里呢，是个东北角一个风景区，足水。肯定。东北角。耶！啊，对，哦，五里啦，你嘛头前两里是这个，啊，有一个景点吼，景点。对。哦，你这么好啊，得手门叮当，太快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第二题，第二条哦，四里哦，阿边两里，就是水对足悬的山顶走落来，水往上流，不是啊，水强对下底落来，啊，亲像卡顶同款，吼、哦，卡顶。亲像布里亚啦，布里亚，没在啦，布。头前两里哈，诶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阿伯嘞，阿伯是啥？十分数。哇塞！四里，第三条四里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是一个风景区，啊，拢查甫朋友甲查某男女爱人哦，去洗身躯，吼、哦，去洗身躯，啊，烧水烧烧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天然的迄落气味，诶、欸，哦，对，你讲啊，礁溪温泉，头前两字改一下，头前两字伫台北，伫新北市。新北市的山区，不是你新北市。乌来温泉。对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你永远拢去那世界去躲一关咯。很厉害，内行诶，真的内行。哎，没办法。龙盖森，你是手放在那边都不敢动，我怕都已经大了。很不自在。啊，没办法。龙盖森，你想说阿公狼路去这回事？辛苦，突然变成深夜节目，啊对啊，怎么又把它变成深夜节目了？你讲安尼，人家会去想到温泉啊，嗯，然后有那个气味，你刚刚有说有气味，对啊，所以这无同款，来今仔咱来过来甲大家复习一下哈，一句话叫做做人要认真。做人要认真，做事爱钉钉，做事爱钉钉。记得要订阅雅虎 TV 一起看哦，要记得按下小铃铛。龙盖森教台语，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